妈妈，你照顾我辛苦了，长大以后我要保护你。之下，轻轻的，我想你了。轻轻躺在雪里的牵挂，妈妈，你的怀抱，我一生爱的襁褓。之下，有了你，我才有家。离别虽半步即是天涯，思念何必泪眼，爱长长长过天年，幸福生于回头。就想起了妈妈。谢谢，谢谢乐队老师。我其实提一个安信跟妈妈之间的故事。记得安信那时候看了一个网络上的一个。妈妈生自己的痛苦就像断了20根肋骨那么痛的时候，她那个文章她看完之后就趴在妈妈的怀里哭，所以她是一个很懂事的小孩，虽然平常很调皮。你想哭是吧？是吧？因为妈妈对我太好了，我没法报答她。轻轻的，我想你了。轻轻躺在雪里的牵挂。他在家里的话，如果他做了什么比较好的事情，就是我要表扬他。我说你想要得到什么表扬？他说妈妈，你亲我一下就够了。哦，这样子，哦呦，哎呦呦，你看看，好可爱呀！哎呦，哎呦，好温暖，妈妈呀！妈妈生日你知道吗？2月4号。2月4号。今年我生日的时候啊，然后我晚上10点多到家了，门一打开，他就抱着一束玫瑰花。哦，他抱着一束玫瑰花，他买的，对，他用他的那个零花钱买的。哦，我特别感动。哇，有这样的一个儿子，真的是人生最幸福的事情了。他还说妈妈以后每年有3个节日，我都要给你准备花。哪3个节日？哪3个节日？你的生日，还有3八妇女节和母亲节。哦，都要给妈妈准备花。真好。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孩子，应该是安信爸爸妈妈的幸福。
他才8岁啊，就已经这么懂事了。小小的安心站在这个舞台上唱，他很从容很淡定，每一句尾部的那个颤音，我都觉得我的心在跟他一起颤抖。怎么会有这么乖这么淡定的小孩子，真的我都很想生一个。我听他唱歌我真的很感动，他是真的是用心在唱，倾诉了对妈妈的爱，我也感到这母爱真的太伟大了。那么希望你啊，今后好好学习，取得更好的成绩来回报妈妈。谢谢黄老师。谢谢。刚才说我妈妈对我太好了，我不能报答她。你不是不能报答她，你已经用你的真情感恩的情融入到你的歌声中，已经表达了感恩之情，我们都已经被你感动到。老师给你伸大拇哥，同时要祝福你未来更幸福更好。谢谢韩老师。自己做白板上写的这些事情，自己洗碗，自己夹菜，自己洗衣服，自己整理书包，自己定闹钟起床，自己穿衣服，自己吃早饭，自己吹头发。他的声音其实有那种直指人心的魅力，
很纯真，可是你却可以感觉到他那声音里面透出来的一种天生的情感。我希望有他非常真挚的嗓音去鼓励没有被照顾到非常周全的孩子们、因为鲁冰花就闽南语的话来讲是罗冰灰，就路边的微不足道的小，因为长在路边没有人照顾，也就是说像没有妈妈的孩子一样。然后我也希望能够我们能够多帮助，多给这些小朋友机会。好。